各位士兵前的买家，大家好。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我的迷你陪搭机，如果购买者的话，有一个优惠的加购价，那就是阿里山的高冷茶。我现在来实际的操作演练一下这泡茶。一般我们这个容量是7公克，今天我这个茶今天的它的风味是原味清香型的，好，水滚以后，然后看一下它的茶色，因为你们是没有办法喝到，只能看它的茶色，还有它的外观。一般我们都是第一泡大概都是浸泡到40秒左右，它是原味清香的，我们所谓说的就是毛茶。好，现在可以观看一下它的这泡茶的好，现在倒出它的茶色，大给各位看看。如果购买我的迷你陪茶机的话，我这个这一泡是150公克，是2装的，我会有加购价的优惠。啊，今天视频到此，如果喜欢的我的讲解的话，请见麻烦分享加订阅，谢谢。